猫吃生肉会变凶吗？猫吃生肉会变凶吗？猫猫是可以吃生肉的，只要能考虑到肉类的一个品质，可以确保寄生虫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或者是我们额外的每个月做的驱虫都做好，猫吃生肉其实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在少量的它能肠道适应的情况下吃生肉，反而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补充。吃生肉会不会变凶？从道理上来说，有可能会保持它的本能和天性，变凶是不会的，但是保留天性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借由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法会让它们更回归于原始的一个状态。可能你会发现，哎，那种猫猫的桀骜不驯，那种猫猫的猎人心态会表现的会比较多一点，那这些都是可能的。但是大家放心好啊，吃生肉是不会让它变凶，不会让它变得更加残暴，这是不会的。小贴士，猫猫是可以吃生肉的，只要能够考虑肉类的品质，确保寄生虫病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或者每个月做好驱虫工作，猫吃生肉没有任何问题。少量的情况下反而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，吃生肉不会变凶，有可能会维持它的本能和天性，变凶是不会的。